软壳龙虾。嗱、啊，俾你睇下啦，好恐怖噶！准备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唔好搞佢啦。等等，我哋今日嚟到呢度，你就知道劲嘢啦！你睇下我着晒保护衣物，梗系咧为咗唔好传播细菌。我哋咧今日嚟到一个非常之密集嘅空间，呢一度咧系一个养鸡场啊，喺香港嘅养鸡场，系咪好耐冇听过呢？其实香港系仲有嘅，我哋即刻嚟睇下嗱，准备一拧过嚟咧，你就会见到啲鸡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哇！我哋入到嚟啦！哇，好醒目咁啊！唔想接受访问喎、啊，啲鸡你睇下，拧转晒头喎、啊。睇下，我哋发现狗啊，呢度咧有好多只狗噶，系咪啊？哇哇，好近啊！喂喂，好湿啊！你个鼻，呢度啲鸡肉咁好食噶，讲嚟听下。我拍紧一线搜查。好唔好食啊？啲鸡肉，哇，唔应我添。鸡场咧系有好多只狗嘅，知唔知点解咧？因为咧狗咧系好紧要嘅指标，因为鸡飞狗走，啲狗一走咧，证明啲鸡会识飞啦。俾啲反应啊！哇，好串啊！呢度所有动物都好串，你睇。匿喺度摁摁脚咯，俾我发现咗佢啦，伸懒腰咯，全部都系不如一枪打死我嗰个状态。系啦系啦，但系佢系好爽喎，你睇下佢条尾打扰咗佢嘅生活。哇！噔噔 ，Hello， 哇！公鸡阿伟。又開始佢辛勞嘅一日啦！每一朝起身，佢都會食咗呢一個全谷物製造嘅飼料，然後就會小睡一會。雞，好多係雞，好多係雞，好多係雞，全部都係雞。好啦，我哋見證寵物大遷徙啊！我哋訪問一下啲觀眾先。馬田呢片有冇睇啊？咁多位小學雞們，哇，完全冇睇咯！你睇下佢哋，哇，想走啦已經。唉，好串，雞仔都好串呢度。梗係啦，食好住好，你睇下，任食咁樣擺曬喺度，你哋係爽啦。在職業的世界，職業的場景，你知道我這些負責賣樣的嘛，大家知道很明顯看得出，所以呢我們有人代路，專業人士的超級幫忙，很明顯我不是賣樣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但是你賣完技術再賣樣，沒有東西賣啊，幸好啊，幸好我做出道的，如果不是真的 沒公開太好了，有人幫忙。好，吞吞，我們又進入拍攝的現場了。今日咧系蜜蜂，所以我已经着咗保护色嘅衣物，成只小蜜蜂咁样，准备咧睇下咧蜂巢入边有冇啲好味嘅嘢啦。但系好晒啊，我都系唔适合做工蜂。今日集会唔会中黄标嘅咧？哦，蜜集恐惧症，应该 OK 嘅。先前有，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千辛万苦采嘅花蜜啦。想吃香港人和香港蜜蜂做的蜜糖呢，就可以去找一下啦。噔噔，袁帥是不是很想知道怎麼做呢？其實每次都說記得看啦，會不會有點煩呢？這條片究竟會出現多少次記得看呢？噔噔，我們今天又去拍攝啦，今天重要是出海啊，而且呢現在是扮緊拍的，所以說什麼都無所謂。首次100部 iPhone 14，而家准备浩浩荡荡咁出发啦。
憑住一架快艇尋覓我哋嘅理想。係啊，係啊。我哋今日嘅魚排午餐。我呢個幾靚。哇！你睇呢個肉片炒河，唔使睇都知悲傷。我哋嚟解釋下香港嘅漁業係點樣啊，好唔好啊？其實咧海水嘅魚咧係點樣嘅咧？就係、是、一嚿一嚿呢啲，呢叫做咧魚排。咁咧其實係浮喺水上面嘅一嚿嘢啦。咁你見有啲桶咁樣啦，咁佢中心咧其實係挖空咗嘅，一個窿咧，咁咧就可以放啲網入去，咁啊中間咧就可以養魚噶啦。但係呢一嚿咧應該就唔係嗰種嚟嘅，呢一嚿係可以企人入去。哎呀，我哋咧～正式咧行咗上魚排啦，嗱呢一個咧就係魚排啦。我哋咧喺個海嘅中心，咁咧就圍咗一個網，裏面咧就有好多魚啊！你睇唔睇到？我呢度好似鏗鏘閘嗰啲，曾經我都擁有一個自己嘅魚排，生意無憂，但係一次嘅金融海嘯令到我一無所有，如今魚塘已經荒廢。員工亦都已經各散東西，不過只要有一部手機，我都可以東山再起，拍 YouTube 月入七位數，好嗎？快啲加入下面參加我哋嘅 YouTube 培訓課程。哇！出糧啦，出糧！哇！咁少嘅喂，最低工資嘅喎呢個。都不知道有喷过，认真好激烈啊！呢份时薪工作都有成千人认证。头先咧喂呢啲鱼嘅时候咧，发现咗一件趣事，就系咧喂嗰啲鱼粮落去啦。咁咧有好多鱼仔咧会喺侧边咧偷食噶。跟住我就问啦，点解嗰啲大鱼唔会食嗰啲鱼仔，啲鱼仔可以偷食嗰啲鱼粮咧？点解会发生件咁嘅事嘅咧？跟住咧，我得到一個都幾震驚嘅答案，就係、是、咧，因為咧嗰啲魚已經好大條噶啦，基本上咧已經養咗喺呢度咧好幾年嘅，所以咧佢哋係食慣魚糧，佢哋係唔會追咧啲生勾勾嘅魚嚟食嘅，有魚都唔食，仲要俾啲魚食曬啲魚糧，真係得意啦！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呢啲魚嘅，唔使講啦，記得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八點半。香港开电视77台，马田讲完未？你估下，你估下嗱，喺岸边嘅狗就银狗啦，咁呢只喺鱼排嘅狗系咩狗呢？Hello， 喂，过嚟啊，好乖嘅佢，唔打佢，好好人嘅佢。我解決了一個大家的問題，啲人咪話咧，點解海水是藍色？就係因為咧，啲魚係咁樣噶嘛。嗱，但係唔係啦，你見到啦，佢哋成班喺度，就係個海水咧，都唔係藍色嘅。係啊，我哋嘅菜式經過咗專業嘅 set up 之後，哇，賣貴好多啊！一嚿。米芝蓮啊！食完變米芝蓮啊！我嘅意思係介紹翻我哋嘅午餐沙姜雞，犀利啦！佢咧有啲菜喺底嘅，但係咧你睇下佢啲沙姜汁係飲曬落去嘅。我頭先食咗一條菜，嗰條菜咧食落咧對腸道非常之有益，但係咧對個腎咧就傷害更大。所以我不吃第二條，好彩有現場的牛腩，正好多，送到飯。好，我哋咧嚟咗另一日的拍攝啦。睇背景估唔估到係咩啊？呢度咧係一間豆腐鋪。我哋嚟直擊呢個豆漿機的操作啦，速度冇得教嘅，跟住咧落豆咧就手落嘅。水咧就唔知幾多嘅，全部嘢咧都係靠經驗同埋睇呢一個。嗱，好多豆腐啊，睇唔睇到啊？不過咧，大家認知咧，可能係因為呢嚿嘢。等等。
渣又似其他嘢可以忍，紅腸不成，仲要呢嚿喂。搞錯，冇人性啊！唉，慘絕人寰，天怒人怨啊！咪見你呢個咪跟落去咯？應該係人都會搶嗰嚿，識食一定食嗰嚿啊！我哋呢個拍攝組完全冇人性可以。我哋嚟到下一個 location， 咁係做咩嘅呢？你哋細個有參觀過汽水廠噶嘛？係咪先？呢度咧係大人嘅汽水廠啊！我哋即刻嚟飲下啦！飲落咧有少少似嗰啲涼茶或者嗰啲咩百花蛇舌草啊嗰啲咁嘅水啊，東南亞好興嘅。但咧，如果你想睇超治愈嘅生產線咧，你就記得睇翻呢一集啦。等等，我哋又嚟咗下一個場啦。呢度喺边度咧？嗱，呢度咧你都可以嚟食嘢噶。你估喺边度？窿细啲啊！哇！宇宙最豪华嘅餐蛋面，加多两下。哇！嗱，俾你估下啦，咁咩料？都未必估到嘅，但系咧慢慢移上嚟，啊，估到啦。估到啦，系咪啊？我哋今日会嚟食呢一个真自家午餐肉肠仔。哇！而家介肠仔好似有啲，好彩佢写住啫，就咁平时就唔敢买嘅。我哋等紧埋位啊，准备就可以食呢一个特制嘅餐蛋面啦。嘿，我哋今日呢站咧，睇下系咩果酱。但你话果酱周围都系啦，冇错。果酱咧系真系有好多地方有嘅。不过呢间嘢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喺嗰度。我唔知道你有冇 Facebook 见过啦，我就系咁弹出嚟，每一次都好想食。超级正。煮回复药咁嘅样啊！呢兜嘢真系。呢个系我哋今日嘅单手工具。但我發現了一樣很厲害的東西，就是這個可以雙手拎的刮，所以如果你雙手呢，攻擊力會有 1.5 倍。等等，我不是說過話呢，拍電視呢基本上是由頭學過所有東西的，包括你怎樣就那些位置啊，怎樣說那句話啊，走去哪裡啊，何時停止啊，最厲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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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哋學埋呢一樣嘢啦，從冇做過。等等，補粉，因為咧拍足全日咧，呢啲位咧就會有一個圈好似刷咁樣啦。咁我哋咧已經學識埋呢樣嘢。因為燈光問題啦，各樣嘢啦，所以咧都係咧整一整佢會好啲，係咪啊？雖然我都知道我好靚噶啦，已經。除非不是啦，睇唔睇到？加埋轉款，就咁啊！幫埋你哋賣廣告，係啊！大家如果想睇喺呢度個 channel 啊，好嘛？唔好再問，教唔到台啊！一巴星死你啊！我哋今日嚟捉龍蝦，等等，哇！咁樣睇咧，咁清水咧，好驚！呢啲系咸水嚟噶，所以咧，其实我哋咧系身处咧呢个嘅海底，唔系海面。呢度下面咧就系海啦，而上边咧就系龙虾。我哋而家咧静静鸡咧，希望可以捕捉到龙虾食嘢啊！其实咧而家好黑嘅，因为海底咧其实系全黑噶嘛，而龙虾系生活喺海底嘅。而家咧就模擬緊啦，但佢好似見到我喎，我哋褪後啲先，唔敢埋佢啊佢哋。如果你想睇捕捉到咧，就記得睇節目啦，部機拍緊，係咪就喺呢度？遠學龍蝦，嗱、啊，俾你睇下啦，好恐怖噶，準備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唔好搞佢啦，
就是这样啦，我们今天鱼排之旅就来到这里啦。记得看远学龙虾怎样进入我的肚子。我们来到下一个场啦，访问一下呢这里的店员先。喂，偷懒靓仔。女仔嚟嘅，好似佢说做紧咩啊？你哇，生无可恋喎、啊！你点解啊？唉，叫你唔好赌咁大噶啦。系咪好难整噶？你睇下佢瞓到好似化石咁，好似喺博物馆见到咁。哇！你哋睇下，好似化石标本咁啊！呢啲系蚝壳嚟噶，但系咧你咁样睇唔到啊！你睇下，大到～古代生物咁大喎、啊，原來香港可以種到咁大隻蠔，種啊，係種啊，突然間你就會明啊！我哋咧嚟到香港嘅最邊啊，又嚟咗另一個最邊啊！呢、這個最邊咧就係、是、海嘅最邊，你望下，嗱你睇下對面岸咧嗰啲樓咧睇唔睇到啊？對面岸呢啲樓咧唔係香港範圍嚟嘅。另一個邊皮的地方，我們準備呢突然間就攞定啲 iPhone 14啊嗰啲咧，咁樣坐呢隻船咧就飛過去。我頭先咧見到有彈塗魚啊，今日會見到香港地質，哇！你睇下地質生態之旅，會唔會有盧氏小樹蛙同埋中華白海豚呢？哇！我想踩呢架車啊！呢度仲有另一架，你睇下，睇唔睇到啊？岸边嘅狗啊，几有霸气。我哋有狗狗声音导航，嗱，狗狗带我哋游览咧，呢啲就系咧。蚝壳啦，咁啲蚝壳有咩用呢？啲蚝壳咧，其实系咧摆翻喺个海度咧，令到啲蚝咧可以黐喺上面生长嘅。所以呢啲咧唔系废物嚟嘅，呢啲系有用嘅。哇！我哋嘅主角翻嚟啦，哇！简直系极限运动，平时嗰啲板仔完全行开。哇 ！Red Bull 啊 ，Vans Monster 全部赞助呢啲，冇得输。哇！流浮山极速传说，等等，我哋开咗蚝啦！你而家系以为用嗰啲开蚝刀啦，走开啦！你睇下呢度专业用嘅，梗系有神兵利器啦，有舵噶呢把嘢，单指一个长，死未 ？Cool， 好，呢支就系我哋嘅100% 纯本地制造嘅蚝油啊！我哋即刻撩少少睇下先。同平時食緊嗰啲蠔油咧，完全唔同啊！呢個真係蠔油啊，平時嗰啲叫做蠔油調味料啦，因為你 feel 到佢仲有好多嘢。呢個咧真係你會 feel 到一半係蠔，一半係海水嗰個感覺。嗯，不過你哋冇得食嘅。等等，我哋今日捕捉，俾啲秘密你睇下，應該仲喺下面。係。喂，滿足究竟有咩秘密呢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，碗中碗，我哋現場直擊，升級加送，我哋嘅蠔仔已經演變成呢個啦，早知整呢個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。見到咁曬就知道我哋今日又嚟外卷啦。其實咧，這個咧已經係第十幾日嚟噶啦，但係咧仲未到秋天，而家咧都仲係超級曬。今日咧這個係有機農莊，你睇下呢度好正啊！你睇下成街都係菠蘿，好勁啊！跟住咧，我哋偷偷地走入去呢度，呢度係無花果園，呢啲咧。就是無花果啦，呢度種呢只咧叫做金無花果，係
是咁嘅样嘅，黄黄地色嘅。嗱，呢啲咧就系我哋平时见开嗰啲无花果啦，紫紫地、啡啡地色嘅，有啲仲干咗添。哇！你睇下，劲大个乖天喎、啊，日光文清，劲大个瓜。呢个唔系柠檬嚟喎、啊，呢、这个系牛油果嚟嘅、啊。应该拎住个风扇，呢个系牛油果嚟嘅，转头为大家介绍呢个风扇，呢个系牛油果嚟嘅。好啦，我哋咧分享下呢个风扇啦，好嘛？平时呢班蕉扇咧就好平噶嘛，三四十蚊就有一个噶啦嘛。但咧呢一个嘢咧买咗100蚊喎，咁佢嘅优点喺边咧？就系因为佢咧嗰个风扇咧系有少少唔同，佢系直筒咁样吹嘅。咁所以咧呢一嚿嘢咧，多數係咧會咧掛喺啲衫啊嗰啲地方用。咁我買嚟做咩咧？就因為咧，其實咧就唔係話好熱，即係唔係熱到咧一定要攬住個風扇係咁吹。但係咧有陣時咧出去呢啲嘅户外地方咧，好容易咧嗰啲衫咧會好濕嘅，即係咧好容易咧會染咗有啲痕。如果你睇翻咧之前有啲集數咧就有發生過呢個嘢，所以咧我哋就再進化咗。在器材上進化了，我們就買了一個這樣的風扇，那只要開著了它，那你呢就可以這樣吹著衣服了，那這個位置呢沒那麼貼呢就不會呢有一些濕曬的感覺，但是呢它的缺點也是很明顯的，你聽到的，一來呢它是吵到很吵，二來呢它這個開關掣基本上是設計缺陷來的，這麼呢粒掣咧係勁容易撳得到啦，非常之容易揩到啦。今日咧我攞佢出嚟嘅時候咧，佢都係冇電嘅，因為你咧擺喺個袋咧，你係唔知咩時候咧，你係會揞到佢。如果咧呢個嘢係改造咧 double click 或者三下先至開咧，基本上就可以杜絕咧呢個設計嘅問題。唯一可以讚嘅咧就係佢都已經跟上時代，用咗 USB-C 啦，係咪就？呢個係唯一可取嘅地方。但總體嚟計，呢一嚿嘢都係冇可能會買，即係唔會，唔使諗買翻呢啲咧。如果你真係熱嘅話，我哋今日發生咗工業意外。話説咧，有一把刀咧，就據說咧就好利嘅，好容易咧會刮親手嘅。所以咧，噔噔，好，我哋今集嚟到呢度，記得 Facebook 幫助佢訂閱、珠海加會員贊助，我哋逢星期四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日都能有。星期二四仲會有 live 添，就係咁樣，我哋正面光變側光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仲未估到咩係長仔啊？唔係啊嘛，等等，勁大個。